电话有吗？有。这个没有。这个要那个，我看到了这个吗？好。还没喝。要花票吗？哎，花票放在里面。好。要微波吗？微波要。要装开水站里这个吗？开水这个吗？哈，好。车就停在那里，对面。对面，这里是亮天厅，庙对面，全家。鼎泰丰，鼎泰丰炒饭呢？下面看喽，下面什么鸟？这样吃了，那很怕人，不敢吃。边墙。变成炒饭了，再看看。两个人炒，那下面对，那下面别变去。早饭饭较济安尼，因较饭拢一点啊。就无安尼，大家搁食。要点点庙对面，在这里过夜。哎，要点点庙。鼎泰丰炒饭，哦，那个薄荷哦，是不是那个薄荷？炒饭无有点无好食，那食剩下个什么？新北观音山上。
一分钟是没有高山。哦，了这样，够大吧？观音山，看日出啊，庙口。今天是2022，03/09，3月9日，跟太阳合照，光芒。等一下，那就暗下来了。上山了，太阳刚刚上来，正对中，去开元宫啊。开元圣元宫啊，有吉的，有吉的。等一下，停车位，是人的吗？该不是人，又有违例啊。先上厕所再说，别紧了啊。一直抗议呢，过半年哦，加冬啊，过来敢那加冬呢，应该是啊。一百，你看这是百，100公尺啊。我在干的人，百年以上的加冬树了，阴暗路，这边太扁，就差不多大，够未骨，阴暗路嘞。中华民国51年啊，我来元旦走的。伫宪兵训练中啊，哦，宪兵训练中心呐、啊，硬汉啥？硬汉镜，越来我都硬汉了，最好都硬汉。硬汉路串，高达105公尺，105公尺。这条街应该是无问题啦，哪个哪有？
拢大丛树的。电的，老电的。这边两个老电的看。变浓了。这新北是哪里啊？五股吗？看刚刚是五股的，这边做的是五股的泰山了。对，最后到这，空调，我好像多把东西啊，这那无事啊。西瓜多照着嘞。刚才休困，现在录音啊。这应该是古路，古早路，这要搁先做这条，这条搁做个呀。哦，那竹林那边啊，鸟叫声。下山嘛是这款鸟啊声呢，可能拢是这款鸟啊声。山上大太阳。是哟，这哪行？不能靠快，这里上去，硬汉路。哦，那大藤树啊，足多嘞，够别墅所在了，放点料嘞。六百公尺了，第二个厕所了，硬汉路，去去。不行不要，硬汉路六百公尺，这是凉亭哎，不是厕所哎。进山了，七百公尺哦，是吗？七百公尺了。哦，太阳从这里跑出来，刚好，漂亮。山化变，变化山，变化山。1810公尺啊！做硬汉。这里是尖山，这里是硬汉，
走永安路，永安岭，这是永安路，800。800。前面没有。观音山樱，相思花花海，还有盆顶土雾，赞啊！没打赞。经济部水利署第十河川级编制。观音山中巨站系为淡水河供水溢爆系统主要设施之一。哦，这设施溢爆系统。我们从那里上来的，现在要往这边。硬汉岭，往这边硬汉岭走。刚刚那是雷达站，进去看看到一样，从这里上来的休息的地方，两个椅子。我们再走，往硬汉岭走，走下坡了，轻松了。哎，900，走到这里，刚100走到这里900，那就走800公尺了，是8:01。到这里。刚7:20，8:00，半个多钟头而已。因为下去是一个东西嘛，多远？哦，这深呢？嗯，怎样了？继续走。自动体外心脏气显器哦，气显器，用我的气显器。走到这里900公尺，分岔路一条往游客中心，这条是往游客中心。刚从这里下来的，走下来的，杜鹃花。真好啊，红色的，这叫水，那里开水管呢，做水管呢，接水了呢。现在位置在这里，象牙石、硬汉岭、硬汉岭，那你再过去象牙石，那硬汉岭再高了吗？可能这就是硬汉岭了，走到那里了，停机坪。这里有个停机坪呢，还有游客中心呢，还有个凉亭。开始要搁爬阶楼，嘿嘿，要搁两阶楼，边走边拍比较慢。不过这阶未使爬真紧啦，爬紧脚会受伤，心脏嘛可能袂当负荷。那是凉亭，搁过100公尺，还有个300公尺的厕所。硬汉岭的400公尺，我忘记了，有毒嘞！上次是三年溪讲的那个有毒嘞，什么花？哎呀，8点多太阳，这么高了，这是什么花？忘记了，忘记了在查网络。上次去三年溪讲那个导游讲了，这个有毒了，不能碰了。嗯，就这样了。
那个顺。管理我做的紫贝后茶在后面，后面那里啊，紫贝回收，那个都不搞得掉了，前面还有嘞。一千两百公尺了，硬汉岭步道，山水加压站，从上面下来，然后接到下面住户用水了，从上面下来水管了。脚不要讲了，电线杆这 T 二嘞，第二组电线杆哦，我怕被这些东西撑了，是的嘛，无牙嘞，无牙被它撑，高了太红叶了，哦，第二组嘞。第二组等在跳了，感官好难啊！无感官，江某树叶，它粗又是它细，1400公尺了。1400公尺了，我们8000公尺了呢。这就是枯木，几十年才烂成这样子。高分切了，平台高了呢。哇，到了工顶了，1400多公尺，那还要再上去，这是平台而已。这还要再上去，应该你还要再上去。这就是五寮坡了，牛寮埔步道。这表面给它五寮坡观景台，过去看一下观景台。请垃圾带下山，厕所底下去，我还想去上家厕所嘞。对家去硬汉坡，这里那杜砖头呢？巴里杜砖头呢？哦，杜砖头从那上来这里的。1400公尺厕所，看到淡水捷运站了，都得一样能得。到不得，要小心了，慢走。观景平台，哦，这只平台在对，看到淡水捷运站，这里就是淡水捷运站，观音山看淡水捷运站。这边看不到那个伊兰码头，这都落着雨了。淡水河，前面是淡水河。好天气，出大太阳。硬汉岭看淡水捷运站，前面那个就是对岸就是捷运站。这里是硬汉岭观景平台。哦，不是，我们走回去，走原路回去。
就走到没办法到我那游客中心了，不然你可以下去，我到渡船头接你们。哇，那太好了，哦，那我就转。继续走，还没大了，上个厕所。这里有凉亭啊。硬汉岭，硬汉岭，看得到，这里1400公尺。哦，对啊。8:41啊，早上8:41。观音山硬汉岭，1400多公尺，对，早上没有吃完的草莓，刚好中午来吃。草莓，还有香肠，顶太空的呢。中国电信来到这嘛是无网络呢，硬汉岭这嘛是无网络呢，3G 呢，剩3G 呢，卡电话当然可能无得上网。1500公尺了，硬汉岭那个是5了，脚有一点点酸了。高山花漂亮，哦，松鼠哦。松鼠了，不是鸟。哦叽叽，那个是松鼠了。哦，这里硬汉岭到了城门了，看到城门了呢。走路要找南路走了，挑担要动。动什么？动重担挑，动重担挑。1500公尺，地方有一棵樱花，也蛮漂亮的呢。还有开的蛮漂亮的哦。漂亮的。什么用机缘用啊？1500公尺的路标，要早开够了，准备冒芽了，长叶子出来了，还有一点点。硬汉岭门牌，门牌前面，哇，太有多大。硬汉岭，走路要找南路走，这边呢，挑担要减重，减重担挑。硬汉岭，这泡茶啊，好咸嘞！好茶哦，我就讲嘞。硬汉岭，为谁硬汉而来？为做硬汉而去。这里是哪里？新北市哪里？林口吗？还是五股？用茶，我马上就对。
漂亮，你还更好听。淡水，嗯，我长得还像啊，长得啊，我也很抓。总岸啊，对面是淡水捷运站，淡水捷运站啊，漂亮。这是观音，那是快速道路，那都是走过去的，又是快速道路。台北港。哇，应该快进宫殿了。御润杯。616公尺，海拔了，海拔高度610，都不弄了，616公尺。海拔616公尺。今天是2022/03/09，农历11/02/07，现在是早上几点？忘记看了，看看这个有没有看？早上8:54。早上8:54。嗯，晕暗岭。这真正观景平台，漂亮。什么山？英汉岭介绍，观音山位于台北都会区西侧，有18个连峰山形，宛如一座横卧观音，守护着淡水河口的左岸。隔淡水河与大屯山群遥遥相对，是台湾地区火山景观分布最高密地区。硬汉岭是观音山主峰，海拔609，上有一座硬汉碑，碑高3公尺。因昔日宪兵正在此训练硬汉精神而得名。岭上有一座碑楼，两旁一副石科对联，走路要找南路走，挑担要捡重担挑，为学硬汉而来，为做硬汉而去。由此高登高岩眺望101台北国际世贸中心星光大楼、圆山大饭店、关渡大桥、淡水捷运站、渔人码头、台北港、13行博物馆、巴黎渡船头等
大台北地区美丽景致，以周边秀丽的十八连峰一览无遗，是泽明的登山健行最佳地点。这是台北港，再来这是三行博物馆，这里是再过来，这里是婚纱广场，在对岸那边是渔人码头，什么桥？那什么桥？那葫芦饭店，葫芦饭店在那边。再过来，这里是八里渡船头，这个八里渡船头对面是淡水捷运站，这里淡水捷运站，对，淡水河，再过来这边看，大太阳，八点多大太阳是大屯山。应该叫较红车，看伊人个夜景。那怎样背光？淡水河跟基隆河汇合处的。观音山硬汉岭宫顶，这大台北一览无遗啊，可以看到101关渡大桥。Thank you.
条鱼都抽出来。哦，今较早呢，今礼拜起到才十九分啊。今日八分尔。我想说好了，给你了。花光了不知道，二十度，温度二十度。做那个把那个肚片。片还没。我加安内啊。上面。我怕降啊。关键。可是那个他朋友说。太阳这么大，一十度而已，好冷。刚才会冷。太阳这么大。现在是十点多，十一点左右。哦、晒太阳，这温度就上升了，21哦。没有上，没有太阳的地方就20度而已。我们也是很生气，已经成年。我们也是在顶上哦。阿叔，你不要紧张。对。观景台，看淡水捷运站，观音山，这也是观音山。可以看得很远，最远处那房子不晓得哪里。也有到了吗？金山那边了吗？杜鹃花，这景会闹起笑的。哦，这一个凉亭的，因为要不得玩的，我开也不贵了。看台北港更清楚，更近。哦，我下午在这里看夕阳，刚好。雪巴人他们自背起来。晚一点再过去那边看一零一夜景。他们背到40-50公里，可是他们有时候有些路段会。台湾也有山青可以背啦，可是他们要背30。西一直西哦，可是我们现在爬山就觉得自己背比较好，对，因为你的睡袋啊、帐篷那些，其实每一样东西，包括瓦斯，身上温度到晚上都零度，对，温差变化很大，对，棒啊，为什么会这样？去的，或者是感受到的。人带三只，我刚买的话，现在拿个，这一个是168拍，现在两只，我已经快交了，168拍完了，但是有几种不买的，我也要讲，现在都不晓得怎么去。
不是背上来的，我感觉你攀起来要厉害。这两段水就滑了。你阿伯现在烫都来。可是喝下去才有热量啊。还有新人这个过来这琵琶现在三月哦，三月二六月就可以吃了吧，三个月还是这一个月琵琶一杯还有一颗烟花今年烟比较慢了三月开了看看你要上厕所，哦，在这里，在附近都是要到这里上厕所，中心点。这可是果不怕树哎，光滑的树干，就骨拢紧紧骨的，或者你讲不好爬，这叫果不怕树。假日还可以躺休息一下，午休。要等到夕阳拍夕阳，拍完再拍夜景，然后再下山。好不容易来，带东西吃没关系，可以。哦，土风哎，现在吃东西呢，好多风哎。什么东西吃啊？虎头蜂，我都就像老鹰一样，想吃你，你都跑不掉，我会走。到哪里去了？没有看到，在那边。凉亭，三个凉亭，一个再过去一点，还有平台，观景平台，观那个，渡船头，那个平台。渡船头上来。点了，吃午餐了。现在
留下水。喝点热水。香肠。蛋炒饭，刚好十二点吃中午餐。我知道你了，再去吧。啊，那对桌子。啊，我希望我不要再扯回这个话题了。没吃饱了。要拍的人。到。分享到。这样子。我就关你。我这个也可以。水电都也可以嘛。水电都三个换团。马上买菜。谢谢给你。我不要，我不要，这个是韭菜，给你的韭菜，你现在留在这边好了，最后给你的韭菜，两个你够了吗？我大概也不吃两个，因为我觉得他们韭菜不错啊。延长的延，是的，头花，木头林，木头林，木头林，没有毒的木头林。不能碰毒花，漂亮的花都有毒。硬汉岭，主峰，漂亮樱花嘞。早上来没有注意到看到山坡这么高没有那个蜜蜂，蝴蝶蜜蜂都有，慢慢走，不要爬。哦，厉害啊！这么小就刚刚爬上来。对，还不到。那是因为咱们游客停车场嘛，超小，真假的。三黄爬，那都爬。三黄爬，琵琶爬。最尾端了，
渐渐的所在呢。但是开过来那个渡船头啊，一直要过来，一直要过去。气象站，回到伊德玛堂，印碑。漂亮，教你记起来。快倒数十秒，下去了。好，倒数。好，按了。来，快点上来。好按了。好啊。金牛特战队，快点。桥叫淡江大桥。过来这边这条，台湾第一座由机关与国际净土方式凝神而出的桥。你们就淡江大桥，对，然后我是宜人的大桥，所以老师你稍微淡江大桥，对，这里多一个空间可以一下。以后这条叫淡江大桥，这个桥做好变叫淡江大桥。那个那里通到宜人码头那边。先，先讲先，我们拍照了，好想知道他拍出来怎样。对啊，不能。因为是没有看到做鬼脸吗？对，回去我再把看到鬼脸，看到鬼脸，我可以打。哦，嗯，是哦，天天看我前一楼。一般来说，这边有一些些死角。关渡大桥。有偶包的死角。有偶包吗？他说要做鬼脸哦。算有吗？原来有偶包的，我刚没有。5秒给大家讲。鬼脸，我真的很丑。好，我真的很丑啊！等一下看到，我也真的很丑。等一下没有丑，没有丑。关渡大桥，丑丑。好哦，漂亮哦，漂亮哦，还好，应该漂亮。对，应该那个应该没有。嗯，我也是。我真的很难看。中间那个叫设置岛，设置岛。舒服，这张，这样回去换封面照。这是看的那个啊，招牌手势。What?好，我们学他好了。I want you. I want you. 念字一个，啊，不用字念，你被忘了。一点应该是不太清楚，因为在这里不太清楚，还有雾雾的，晚一点再来拍一次。我是什么鬼？我不见，等一下他就知道了。怎么了？这里这什么意思？请问？那没人。
期待的啊，你要摆在中间给大家洗手。啊，地给你了。做样子，蹲下来，蹲下来。啊，不要，蹲下来。好蠢啊！我们为什么要掉？这很丑哦。这边没有这么难看。我也觉得。对，我觉得很漂亮。多条路上来，这也可以上来，这边，这边也可以上来，四通八达呢。这个关，这个关渡大桥。淡水河、基隆河还有大汉溪三条河流会。会流出，出海口照出海口。顶端，对哦，主峰，硬汉岭主峰啊。小块小块，放长一点，一小块一小块，你要弄一小块一小块。海拔高度616公尺。硬汉碑。硬汉碑，硬汉碑，硬汉碑，等一下，比较漂亮，还有银，自拍还有银。风景真的很漂亮。这个榕树已经两个枯枝成长。长到下面来，这么粗了，那几十年，那母那个枝，子枝，那个祖母，长脚了，算长两只脚了，一只脚，这原来就像那个细细的，在地上吸到养分就长大了，看它长多久，可是这棵树已经几十年了。光这两棵要长大这么大，本来像胡子一样，变成两，一直支撑这样，原来是像这样细细的，然后再过来，更好玩，这就长上来的，就刚好给它顶住，像一只手给它撑住一样，撑住那个。就是另外一颗的一只手给它撑住，它才有办法伸那么长，长那么大。就是这根的，这棵榕树的，像类似一只手给它撑着枝干，真的这只枝干，这好兄弟就对了。
太痛了。这个铺车呢，睡觉实在不会太硬，是十块一点都不会很。今天又落雨，这真正看飞机嘞。嗯，这是不是航道的吗？那才可以。那好险呢，真多只苍蝇呢。这只条道你控制下来，太酷了！空间看起这样的事。太阳片，服务哈，传统。买这个要那个，说要公司行号才可以买吗？没有啦，一般人可以买、啊。这个都可以买啊。哎，大家都可以买、啊。哦。上次听那网络说什么要公司才可以买，哎呦，还设定什么哪个地方才可以飞？有，真的，哪里有飞？它是有限制限航道，有绿区、红区跟黄区。它这边是绿区，这网络查才就知道。它有一个软体，它如果现在不能飞，你飞机也飞不起来。它会锁住，它可以锁住就不能飞了。哦，这样子哦，那也可以买，我的可以买，我买一只小小的那。都不能控制啊！他飞起来，他都跑走，飞起来都跑走了，1000多块而已啊！哦、那种来玩，啊，像这种一台多少钱呢、啊？这个一台20000多。20000多块哈、嗯，应该买这种比较适合。比较适合的。嗯，拍起来镜头要清楚哈，像你们职业用的哈都可以了哈。哦。
西部滨海公路由台北巴黎至台南七股，沿途之风景据点，途经风光秀丽，波光粼粼，故有金色大道之称。沿路有林口火力发电厂及巴黎林口焚化炉，十三行遗址位于淡水出海口南岸观音山前沿之河口冲积平原上，为北部十三行文化的典范遗址，而且也是此一文化类型在台北盆地周围地区唯一仅存代表性遗址。台北港辟建于台湾北端淡水河入海口西南岸，以及观音山为屏障，濒临台湾海峡海运航线，便捷地理条件优异，都开化了呢，什么事不知道。一艘，一艘，两艘，三艘，四艘，五艘，六艘船，对，看到六艘船在作业。这边还有一艘，七艘，入港，不小，很大呢。样子都是灰蛾。空中都有灰蛾，所以燕子冲来冲去都会被抓到。厉害，一嘴巴就咬住了。真的剩下我一个在这里等夕阳了，快五点了，六点夕阳才会下来，海面上。还这么高，四等都还这么高，等一下下来就很快，一下就掉下去了。看一下光芒，可以，光芒还不错呢。
恁住台南嘛？台南三个，嘉义一个。哦，上山那边台北工专哦，不，工专伫个新兴，伫迄个新兴南路遐啦。哦，新兴南路一段啦。恁好好伫新兴南路遐。人你讲哇，是住读新兴南路，啊，较高级的就伫个三段啦，中哎呦，中级的较中级的就伫迄个一段啦。哦。已经是代代啊，三段代代，一段是代代。好好好好，就无讲啊，就对啦。嗯，因为就新科大，新科大呢，你啊就爱讲排坎嘛，就较无遐尔硬啦，啊嘛袂歹啦。科大伊啊一寡学生，今年这校长姓王的嘛办了足好，最近这个啦，差不多五六年、几十年啊。嗯。你嘛知校长啦，校长若认真办吼，有诶就是有差啦。嗯。代代囡仔素质悬啦，啊，但是吼，我感觉师资吼。我看，我常拢去遐上课。我看，囡仔吼，人一流的学生啊，二流的师资，三流的设备，有人三流的这个行政人员啊。哦。但迄落代代吼，人家迄落校啊，关掉啦。真代代真老了吼。老啦，哎呦，人家行政人员拢关掉，你看，你落去看学校，你就。哦，你伫遐教册哦。无啦，去遐读书啦。你嘛是去遐读册啊？我是教台语啦，教台语即摆是退休啊啦。我古早是较做科研仪器啦。台语言哦。我教台语即摆，哎，小阿扁做总统迄阵，二十年前因就阮小学开始开放，啊，即摆连中学就开放啊，啊，拢来读一节课啊，一礼拜啊。哦。本土语啦，毋是干那闽南语啦。哦。啊，佫有迄落客家语啦，啊，佫有原住民语啦。你遐侪种也要讲。啊，看妈妈讲啥物，就卡啥物。哦。母语就是看恁啊家己的母语是啥物。哦。客人教客语啦。哦。啊，咱河洛人教河洛。哦，你教河洛的哦。教河洛的。哦。你啊南埔腔，咧罗州腔的路去夜渡夜湖夜渡啊来吃对。哦，路。啊，中南埔是讲你去夜渡夜伊个猪肉来食，无共，无拢乌甲伊个音无差，一只，迄音语言拢无共，迄啦方音啦，方音吼，地方音啦，无啥物，拢共款啦，啊，方音有差啦，啊有个就是无，广所在有个听无啦，啊你若要讲山顶个，平平泉州腔，山顶迄字着音着搁倒纠啊，搁无共啊，无，迄个啥物，你讲日伊会讲日。哦，日音小倒纠二个音啦，日去夜渡夜湖，哦，迄个音都倒加好，哎，有影嘞吼，哎，对啦，啊，海口音就较粗咯啦，日去夜渡河声就正大声。夜渡，我拢讲夜渡啦。阮拢讲，嘿，阮是讲日去夜渡夜渡吧，夜湖啊，啊有人遐吼，囡仔拖吼，因为阮罗州吼，嘿，外地人嘛愈来愈侪，我着知底吼，即嘛剩无30,000人啦。哦，这17,000对，拢嘛，大家拢嘛讲理。安尼啊，理吼。拢讲理啊。哎，拢讲理吼。一定可能是啥，伊嘛较好讲啦，理去夜滴，较好发音，还佫较优秀啦。嘿。对啦。啊，粗鲁甲较大声，路吼。嗯。对啦，啊有人讲哦，啊佫有迄落路哦，啊佫有迄落，佫有迄落正汉的迄款迄落东岸腔啦，哦，即个腔口就是较鹿港吼。迄落平湖啦，平湖，啊，佮有金门腔拢共啦。哦。啊，洛江腔较会唱歌，小个调会较悬淡。容易嘛，遐嘛无老个较重淡。嗯。哦，啊，你遐个人拢较早就出门啦，较早就拢较来台。出来台北啊，真较迄边。太早啦，迄个所在古早，迄是讲。无读册。阮遐拢无读册。读册人唔是讲无读册啊，我就无读册。我看个朋友来，哦，啊你那是安怎？啊你那咪带？啊我等下嘛要过来翕101那边翕啊。要过101那边，我那嘛老有。
六点，翕相哦。十八度，温度只有够大滴，拍夜景。硬汉岭，是硬汉岭拍台北夜景。嗯，我这便当吃三顿，透早我吃一羹。西王，有啊，硬汉岭，往硬汉岭，再去拍101夜景。手机无共款咯，手机还过夕阳余晖。硬汉岭，硬汉碑啊！大家关心，我今日大家关心到起来。这个真正感觉真正这个是黄树林，这是黄树林真正上去的硬汉岭，厕所你在睡啊？到现在到这6公里尔呢，啊，走到。